人比人人要小往细往，这个小往细往，这个老师就对了。你要接着往，要不零点几的相机，零点四、零点五的相机，接着那个往后面。给你反正咱一个机都卖掉了。这网圈呢，不粗不细的，这个网你都直接都大风箱、小风箱都可以。这样，反正上面都可以。咱们零点四的、0.5、0.8。这个真的没有好看啊。现在声音比较杂，声音受不了，只能用我在这边说。要不你听到人家的声音好了。接过一米一个的价。但是这个安静的地方能看到什么？其实行，能看到。手挂挂的。弄到录到他们的声音。他跟他挂一个钟头，我差点得要。后面卖其他东西的还喊喇叭，喊的声音。然后我们要一直的，我跟他们开视频看一下这个一直的网怎么样。